哪儿采买的？我看到了。我喝个珍珠肉，我用珍珠肉漱口。那珍珠肉没法漱，去厕所漱口吧，好不好？快给我拿水，我走不动。嗯，爸爸给你拿点水来。哎呀，在录啊。记录一下你生病啊。妈妈那个没出声。嗯。他担心他没有精神肉喝。他拖地毯上了吗？一点点，边边，我看到等他那个反应的时候。你给他弄点水，我去给他弄点水啊。好像有个白点子在这儿。嗯，是的。还有绿在这儿。嗯。